们现在到清景泽的 Outlet， 它旁边有独立一栋，听说这里面有可以夹娃娃哦。对，我们就去看一下它到底长怎样。有看到，哎、欸，还真的有动漫的东西耶，但这边也太空了吧？哪里？小厨房卡比。哎、欸，它一次要400块，也太贵了吧？太贵了吧？这边是很好夹的意思吗？但这次要500日元呢。贵哦。这是一，他是觉得一个就会打下来的意思吗？后面还有这个，这边也是 Love Life 的，这夹一次要600日元。搞不好很好夹。对，都不是当季的东西。我们决定要夹这一只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它600块。所以我们决定夹一只还可以接受的人鱼公主。那它一次是600块。600超贵耶。然后它上面这边写简单。简单。我就看它到底有多简单。我们就给它一次的机会。好。我们就给它一次的机会。我们就看它多简单。就是它后面其实只剩下这几只，希望它真的是简单。先夹一个。好，想象中应该是，如果是剪，那个是拉后面，它就会往前掉。玩一次看看。真的玩一次哦。不然你希望有2跟3吗？我只张到手都在，一次600真的很贵。贵哦。好投。好投。一次600真的好贵哦，有点过分的价格。Oh my god！看奥莱会不会大放送嘛？好抖。因为刚刚被阻止了，但是我们要出去拍啊。对，我们一次就夹到了，就真的是往后翻就翻起来了，一次600日元，夹到了，太扯了。对，金正的，真的就一次。我们刚刚夹完一只就出来，其实一次就夹到，刚刚要夹的时候钱一投下去，然后就被那个日本店员阻止说不能录影，他跟我们说不能照，所以说我们一次就夹到了，真的蛮可惜，没有办法录。那真的很好夹，真的很好夹，但是就是有点心情被影响到，所以那时候嗨不起来。但是真的是一次就夹到了，一翻马上就咚掉下去，对，超大力，就是直接翻下去，它爪子超有力的，真的是直接翻下去，一次600块很值得。对，这是600金正，金正哦，这边金正。有来的朋友一定要来夹，但是它里面真的是东西就没什么，然后就是稍微都是比较旧一点的东西啊。对，然后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精品，就有来一定要来看一下。嗯，然后旁边还有几台扭蛋机，然后有一点点新的，那其他部分也都是旧的啦。耶、yeah, ，人鱼公主600，哎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么少钱夹到精品，600耶，这太简单了，这太简单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继续逛街咯。耶。